明道大学双联学位，以"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广交天下好友"的理念，让学生海外学习无障碍。明道大学校训不同于士维巴德的古训，以热情、理想、实践为办学精神，激发学生热情，并帮助学生创造理想，进而帮助学生朝理想实践。因此，明道大学非常重视学生务实与创新的学习。我们在海外的学习方面，我们有很大的特色，包括双联学制，所以很多的学生在学校有2+2的课程，比如说我们有好几个学生，我简单例子，比如说，我们有一个气管系的学生，他念了2年级，他去墨西哥去读书，然后去读了1年以后再回来，所以在学生中他的学习，我们常看学生发现他们说他可以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广交天下好友，所以学生在这样的一个优美的环境中学习，就是说，就是能够跟海外的连结，会更广更深，然后在他的人生的职业上，会有很大的进步。我们一直期许我们老师，不但不断不只是一个金师，而且是一个人师。其实我们明道大学的老师都本着这种教育，就是有教无类，把爱心、把心，放进来，然后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弟。明道大学位与世界接轨，实行双联学位，以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广交天下好友的理念，让学生海外学习无障碍，期望他们能在往后的职场上更有竞争力。时防新闻黄慧茹、肖瑞峰、彰化采访报道。